Hello， 大家好，我是咪咪，今天要来跟你们分享我最近非常爱用的一台产品——庄省乔杉三合一松松腿舒磨椅。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台机器，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唯一一台结合律动放松脚底按摩的复合式脚底按摩机。只要有这一台，在家就可以达成运动跟放松的功效，真的很厉害，很方便。我们先来看它的外形，超可爱的，是一个猫咪的形状，有没有一个猫咪的外形？然后它的眼睛这边是金属的边框，整个就是超有质感啊，放在家里就是可以当椅子啊，还是脚踏垫，就算你要收纳，我也就是两只手翻起来，然后就可以把它收纳到书桌的底下，还是就是我们沙发边缘的地方，收纳起来非常的轻巧简单。再跟大家分享遥控器的部分，你们一定意想不到，在猫咪的屁股后面有一个小老鼠的遥控器，真的很用心耶，这个产品的设计。就大家要打开，如果找不到遥控器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只要按猫咪的眼睛脸下方这边就可以轻松的做开机，操作上非常的简单。另外我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很注意的问题，就是卫生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个是脚底按摩机，一定有很多人就是在想它清洁的方面呢。大家也不用担心，乔杉都帮大家想到了，他眼睛这边的布有拉链，可以简单的把它拆下来做清洗，所以呢操作清洁上都非常的简单，容易上手。那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女生，我们女生很在意的翘屁屁的部分，就是用松松腿来做桥式。我们把小腿放在松松腿上面，然后屁股呢大概离机器有一个屁股的这样宽度的距离，手放在地上之后吸一口气，屁股往上，然后在上面 hold 个1到2秒，利用我们身体的核心的力量去对抗这个松松腿震动的频率，然后达到一个训练的效果。然后这都有1到5段，我们可以增加强度，有没有？它震动的频率更快了，然后你就必须要利用更多身体跟臀部的力量去对抗这个机器震动的频率，就有更强的训练效果。如果还觉得不够的人，那我们也可以做单脚桥式的训练，然后增加，哦，这真的很不稳，你必须要用很多核心跟臀部的力量去对抗它这个震动的频率，这训练的强度真的很高耶，跟有用哑铃加强的感觉差不多。然后第二个呢，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女生最在意的我们肚子的部位，所以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用松松腿来做轴撑平板式，这样需要更多的核心的力量才可以稳定，所以平常我们在平地上平板式可能需要做到1分钟，但是在松松腿上30秒就可以达到同样的训练效果，而且它震动的模式可以更提醒我们腹部要去出力，不用力根本没有办法去对抗这个震动的频率。那另外如果你还要再加强训练效果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轴撑平板式做变化，做登山者的动作，一边做核心的训练，一边顺便做心肺的训练，达到很好的训练效果。这个放松模式有1到5段的震动频率可以做调整，那就可以借由它抖动的模式来轻甩放松我们的肌肉。第一个坐在上面的呢，就可以放松我们的腰背，看这个震动的频率让我们的腰背整个非常的舒服。那第二个呢，躺在地上的，把脚放在上面的，这可以放松到我们非常平常真的很难放松到的腰啊、下背跟臀部的地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放松我们小腿了，它可以就是坐在沙发上，把小腿放在这个机器
上，那借由震动的频率去放松我们平常可能久站啊、穿高跟鞋很紧绷的小腿肌肉的部分。那现在就来介绍这台机器我最爱的脚底按摩模式。这个脚底按摩呢，它有三种按摩的强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外观，猫咪的触须会配合不同的颜色闪烁哦。那这台机器很厉害的是，它就是有四种按摩方式，按起来跟真人超像的。这台机器它足部的按摩点有多达15个凸点哎，可以整个覆盖我们全足底共计大概76个穴位。大家知道很多传统的一些脚底按摩机，它其实会压着我们脚背，整个脚很不舒服很痛，但呢它这个机器的气囊会轻轻的很像含住我们的脚背，不会让脚变形不舒服。这个造型上因为按摩口它是朝前，不像市面上一般看到的按摩机是由上往下，这样开口朝前的设计就是可以配合我们家里啊不同高度的椅子，沙发椅也适合，餐桌椅也适合，或者是书桌椅也适合，非常的方便。一台就可以同时达到运动跟放松的效果，而且价格非常的实惠，小资族也可以轻松购入哦。有兴趣的朋友们，全台湾的 Johnson 乔山门市都欢迎大家来进行现场的体验。